想看你的笑，明天走掉，想给你拥抱，你转身走，我肩膀给你靠，你翻白眼翻到爆。没有告诉我你的大先生，怎么都没说他是你朋友，怎么一开口那么多借口，就别说你爱我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大家好，我们大嘴巴。嗨，大家好，久等了。谢谢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每一位朋友，因为我知道今天天气不好，然后听说刚刚还有间歇性的大雨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非常谢谢。啊，现在好多了。哎，我也看得出来，谢谢。不要这样子，人家在支持我们的。不是，因为我还是看得到，因为我怕大家误会。真的，对，我还是看得到。OK。线上会遇到下雨，会不会觉得还是有点小失落？失落不会，但是还蛮担心歌迷朋友们的，因为天气不怎么稳定，然后最近又下那么大雨，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这个就是能够撑伞，然后不要着凉，因为来看现场会应该是开心的事情，然后也很谢谢他们来，所以大家不要着凉咯。好，都不要回啊，都不要回。我有收到很多粉丝很喜欢这一张专辑，那听到我们也很开心，因为毕竟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去筹备这一张专辑了。那听到大家的，就是开心，听了很开心，听了很喜欢，我们就听了就觉得很值得，花了这3年，然后终于发了这一张专辑。哇，这个脖子会跟带着跑啊！最前方请四位。好，我们依次到左手边先，好不好？四位的左手边，我们也带一下画面跟视线。学生当记者，学生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经费用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最高名誉一个慈善机构，你爆料我捐款。